迎嬌小的女保鏢江嘉敏。都要 focus 喺我身形，明明唔係寫嬌小身形。唔係頭先講好咗啦。之前嗰段係㗎，係啊。江嘉敏，我睇個楊明。我覺得 case 咧就同藍寶石係有關嘅，同埋咧呢個藍寶石咧係令到好多人咧係失去佢哋嘅性命添㗎。好 ，thank you， 嘉敏。講得非常之好，講得非常之好。就是發射目標呢，就是要射爆那些波波，而兩位議員呢就是不准動，要站在一個圈裡面，圈裡面是啦。浩浩信就要考考他的槍法，蒙眼槍法。第一，不准走出個圈。第二呢，就是呢他們的盾牌不准遮住個樣，不准遮住個樣。好好啦， Lam 哥家的規矩就是要浩信自轉一下先。我功用都很大的，我負責做第二擊。好啦好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嚟啦！唔准遮住個樣啊！射邊度射？搭緊扶手電梯嘅市民啊，大家都小心啲啊，隨時避開啲彈係啊！哇，好準下喎，次次都射光嘉敏喎。好，中啊！哎，爆啊！好，公正嘅話咧，係總共咧，好啦，中咗幾多炮啊？我哋總共係射，你整咗幾多波？六炮咯。係啊，好啊，俾掌聲。但好犀利喎，點解你即係感應到啊？光嘉敏喺右邊。避開啊，大 L 哥！冇啊，我啲兄弟話俾我聽嘅。係啊，做得好啊，做得好啊，因為咧，大 L 哥完全咧可以放低個盾都冇事嘅，係啊。好嘅，唔該曬三位。